前几天有位网友发来这段视频，只见两人抬单杠，中间挂一人，单杠下落时人引体向上，单杠升高时人又回原位，于是单杠上下移动，而中间的人重心离地高度始终不变。有人说这三个人要比单杠不动的引体向上出力更多，有人认为正相反，这三人都会更省力。 还有两波人，一波认定抬杠的更费力，而中间的更省力；另一波则认为抬杠的更省力，中间的更费力。由于这四种观点交相辉映，不仅引起很多网友讨论，还穿透时空到达另一维度，并在异度空间引发热议。本期就请跟随我们的镜头，来到一座闹鬼的废弃医院，这里有不少地下网友也在争论引体向上的问题。吉时已到，他们相约来此亲自实验。 只见这三人见面后一顿寒暄，并依次对各自的生前事迹进行自我吹嘘，而后实验正式开始。首先悬挂的人保持不动，先让旁边两人抬杠上下移动进行体验。他们感觉和举着单杠不动相比，这样的推举动作十分吃力。即便以前身强力壮，能用头接穿甲弹，这次也坚持不了多久。接着单杠原地不动，让中间的大姐做引体向上进行体验。他表示，自打下来后，虽然经常推磨赚钱。 但这引体向上可比推磨费劲的多，就是加钱也做不动了。既然如此，就让他们试试单杠和引体向上组合动作。这时，詹姆斯下士惊奇的表示，这次他觉得推举起来轻松了许多，似乎和举着单杠不动的费力程度差不多。同时，大姐也表示，这比刚才硬生生做引体向上要省力很多。这种差异令三人更加不明就里。为了揭开谜团，另有三人想到了新方法。 这次他们弄来了很眼熟的木盒子，穿在单杠上，一个站在里面，脚踩着体重秤。首先还是盒子里的人不动，旁边两人上下推举单杠。发现从最低点加速上行时，秤的读数增大，说明盒子里的人正承受向上的加速度而超重。稍后超重消失，读数恢复正常。紧接着盒子开始减速上行，读数也随之减小，说明人体受到向下的加速度而失重。 直至到达顶点，毒素恢复正常。接下来盒子下落，这次人体在下落的前半段经历失重，而在后半段经历超重，因此单杠升降会造成体重秤毒素变化，使人的重心出现加速度而发生位移。所以盒子开始加速上行时，脚底受到的压力会增大，推动重心向上加速。因此，想让盒子里的人重心离地高度不变，他就要加速收腿，使脚底和秤盘之间的压力减小到和体重相等。 当盒子接近顶点开始减速，秤盘的支持力减小，将导致重心失重下落。此时要减速收腿，以增加秤盘压力，使读数提高到和体重相等，直至到达顶点。下落时正好相反，起初秤盘读数减小，导致重心跟着失重下落，需要加速蹬腿增大秤盘压力，将读数提高到等于体重。接近底点的刹车段又出现超重。 就要减速蹬腿，使秤盘压力减弱，将读数减小到等于体重，直至最低点。可见盒子在升降中，人的重心之所以不出现过载，没有发生位移，就是依靠屈膝动作使脚面的位移加速度和秤盘同步，以维持秤的支持力等于体重。所以腿部发力不会超过身体的静止重量，这当然比重心上下移动的下蹲动作要省力得多。 同理，草帽大姐做引体向上，胳膊只需在弯曲时维持和静止体重相等的拉力，即可保持重心高度不变，所以比普通引体向上更加省力。另外，如果把单杠和大姐看成整体，会发现轻质单杠升降时，整体的质心几乎保持在原位，因此抬杠的人所付出的额外力道，只是用来推动轻质单杠这件物体做升降运动，而这当然要比推动死沉的大姐一起升降要省力得多。